家以后就是 brother 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这个世界上有鸡腿，有飞毛腿，甚至还可以抱人家的大腿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偏偏要去当大耳窿的跑腿，还给我加入黑社会？鹿角走对了，怎么样都好。喂，小心！这是王哥。你说你不想要说我问你钱，问你将来想干什么，说慢慢想。结果你慢慢想是什么？跟以前一样，到处有什么钱全部找着打架。人家的儿子被他们打到变成植物人，王国栋这个人又这么记仇，请你救救建豪。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到你。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我拜托你，你不能让他死，我拜。小月，快乐，志奇，连累你了。有一个人插手，都咬死。哥，对不起、啊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跑掉吗？哥，哥，你在哪里？我叫你走。妈，对不起。